不穿白大褂，制服是笑脸，不查房，只巡场，粮油蔬菜马好货架，我是超市营业员。坚守岗位，同舟共济。虽然不穿白大褂，但为多彩的中国，我们都是驱散阴影的力量。文明驾车，守法行路。905交警提示路。保安905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保安交警大队吴永忠队民警玉俊军。提醒电动自行车在道路行驶时，应尽量与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，尤其要注意转弯的大货车，不要让自己处于大货车内轮差区域内。提醒电动自行车。